我们一起来唱《中华民国颂》给韩粉听，好不好？好啦好啦，等一下啦，我先喝一杯啦。哦，我没有没有，我先敬一下全台湾的韩文韩家金，你们今天辛苦了，风雨无阻，真的在此为你们加油，希望你们也是把身体都顾好，跟韩市长都一样，都把身体顾好。好，我先干回去。阿公，我们来拍一段影片来替韩粉加油，好不好？不要啦哦，我在看电视，我要看中天呢。哦，来一下下。今天到了六月一号那个凯上凯道的那种节目，你看那么多人。啊，阿公，你今天怎么没有去？今天人家凯道呢？哎呦，很遗憾啊，没办法，要养家活口啊。嗯，对，很遗憾，不能去，真的。如果我可以去的话，哦，我一定会第一个跑第一个的啦。没办法啦，真的在高雄。很远啊，这种大场面就留给那个韩家金，留给韩粉啊，我们就在这边给他加油，让他们好好的表现一下，让我们的韩家金，我们的韩粉有多么大的多么多的钱，那么多的钱，对不对？真的，哎呀，风雨无阻哎，你看啊，所以今天也一样啊，如果能去的话那是更高兴的啊，没办法啊，没关系啊，我们就在这边祝福我们的韩家金韩粉，大家身体健康平平安安的，今天结束那个凯道的机会哦，然后我们就平平安，大家回家。嗯，阿公，那你有什么话要跟韩国瑜说啊？韩国瑜哦，我觉得哦，他真的太苦了，啊，太辛苦了。你看，从那个12月25号开始上任来到现在，我几乎每天看他的节目，看他的那个影片，他真的太累了。尤其是那个议会，你看看，那么多的立委。绿色的委员每天都在黑他，笑死人了。你看陈吉在高雄几年了，十几年了，输一个韩国瑜50天，对呀，对不对？嗯，大家有目共睹嘛，对不对啊？嗯，真的啊，你看他现在每天都有人在黑他。对啊，最近那个什么什么家的，哎呀，那个吴祖家董事长哦，我跟你讲啦，人咧坐天咧看啦，落有影才通讲，无影毋好白讲啊！哦，你安尼学一个韩国语，百年奇才咧，你看到无？你百年奇才咧？你看台湾人外地人在支持，你看到无？看到无？今仔日六月一号，你看到哦？哎，目睭闭啊紧的啊！他说韩国瑜怎样怎样，嗯。哦，吴子嘉董事长，有影才通讲，无影毛白讲，人咧坐天咧看。哎，你讲伊有小三，生在做假十几岁啊？啊，有证据啦！无证据，那我白讲，我白讲哦，老天也会处罚你，哎，无安尼做，哦，即个会当救咱台湾的人，你无安尼个害，你个害哦，天公伯也袂原谅你啊，人要有信仰观念，没有信仰的话就是没有灵魂，哎，好好的拜托一下。哦，不要再来这招了！你们民进党几乎都是靠这种起家了，你们知道吧？哈，台湾也是很多知道啊。你看，黄金英事件、左路公事件，你脸认得吗？啊、哦！
啊，搁吴敦义迄件录音带事件，恁对吗？无安尼啦，无安尼啦，人咧坐天咧看啦，新民独特咧看诶。真的。台湾的新民偌多，你知无？一尊无敌的，两尊敌的，两尊无敌的，三尊敌的，我讲。无安尼啦啊！啊，今仔日借这个机会，留一句话哦，韩国瑜，靠近你，身体顾好，把身体顾好，照我当照顾，所有的台湾人，你要拼经济，要拼总统，要创啥个？你爱身体康健啊！咱两个同年纪的，都属鸡的，46连士的，啊、哦，身体够用，身体够好，叫我当拼落，啊，一定要顾身体，身体若无好，心理绝对无法当为咱台湾人的身体拍拼。嗯。哦，啊，搁今仔日，搁先说一件代志。在家高雄市副市长李世川李副市长，应该你也唔知我什么人啊？啊，我拄啊甲韩国瑜讲诶，我是46连士诶，属鸡诶。李副市长你嘛是嘛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啊咧，你用药诶，可能药着我什么人？我暂时保守秘密。哦，莫互你知我什么人，慢慢你就知哈。希望你尽一点心力，多多保护韩国瑜，哦，多分摊他一些市政，莫互伊受忝，哦，安尼伊才我当救台湾，才我当救高雄。啊、哦！啊，你也是讲今仔日互伊身体拍歹，你啊看，你啊看，阁有即款机会吗？阁有即款人才吗？台湾阁有几摆机会，几摆即摆机会？所以，李副市长、李副市长，哦 ，A 矿石 A 市长、F 市长，您拜托拜托啊啊！市政加分摊一寡。哦，韩市长身体顾好，叫我当拼明年的总统。因为伊身体若歹，你要叫他拼，恁无法当代替伊身体，恁身体无法当改顾好势，你真正就无机会啊！希望李副市长听到我今仔日的广告，你也是听到我今仔日有咧甲恁讲，你有听到我的心声，希望。话甲听入去，好啊！甲保护韩市长明年当顺利当选总统，台湾照旧。当选，阿公，所以你明年要选韩市韩国瑜哦？啊，废话，不然要选谁啊？台湾只有这个奇才而已啊！哦，啊那个韩家金、韩文。你们今天辛苦了，加油，加油，再加油！大家团结起来，国民党、台湾人民不能再输了，加油，加油！你们辛苦了哈。阿公，我们一起来唱《中华民国颂》给韩粉听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好啦，等一下啦，我先喝一杯啦。哦，我没有的，我先纪念一下全台湾的韩文韩家金。你们今天辛苦了，风雨无阻，真的在此为你们加油。希望你们也是把身体都顾好，跟韩市长都一样，都把身体顾好。啊，我先干为敬，我喝高粱的哦，这不是假的哦，你看，真的哦，金门高粱哦，这个107年的那个什么春节纪念酒哦。好了，敬你们啦！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我们明年1月11号，大家不见不散。干杯！
要唱歌吗？开始，我们一起唱。真的吗？唱要唱哦。一起唱。中华民国颂好不好？好哦。好，一起唱哦。好。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，经得起考验。只要黄河长江的水不断，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，加油！